接下来是本席与吴立成议员进行的我们市政联合总咨询，请大家先看我们的 PowerPoint 影片。来，我们全国各县市的负债排行榜，我们是第一名。我们负债总数大约有2172亿元，哈。然后我们跟第二名也是相差蛮多的哈。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在我们现在正在审议的明年度102度的预算收入，台北市它的102度收入是1817亿元，这个是大约数字哈。然后我们的新北市是2000多亿。台中市是1446亿，然后台南市是1167亿，我们高雄市是1389亿。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五都的债务举借，我们台北市要借约190亿，我们新北市要借675亿，然后台中市要借420亿，台南市借了295亿，然后高雄市我们要借246亿。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编列的我们债务偿还的部分，台北市要还66亿，新北市要还458亿，台中市要还369亿，台南市295亿，然后我们的高雄市我们只还了97亿。那本席为什么要凸显这两张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呢？我们看我们的负债已经是我们全国县市五都以外第一名了，然后我们明年度我们还要举债200多亿，然后我们只可以还得起97亿。那这97亿还是编列在预算上面，如果说我们的财产售出，我们的任何收入又减少了，像去年度100年度一样都没法度达到我们的预算数，那我们的负债是不是越来越严重恶化？我本席实在是很担心，因为我们从我们县市合并以后，我们每年编列预算都需要靠高额的举债，每一年都借了200多亿才能达到预算的收支平衡，那我们的财政可想而知只会更严重继续恶化。那我想我们市政府除了说要开源节流以外呢，我希望说我们的各局处市长，你们要本着你们的专业，然后提供出来我们要如何有一个妥善的偿债计划，来减轻我们本市的债务负担。像在我们审计处在报告的时候也在审核我们100年度的总预算，他也表示说100年底一年以上的公共债务累计未偿还的余额是1942亿3000多万，而且也告诫我们市府团队说要配合中长期的施政计划，然后我们财务的需求妥善来控管我们财务收支，改善财务结构。当然我们的负债不是一天就达到这么多，可是呢我们真的很担心哦，在这样子的团队继续下去，那我们的负债要留给我们的子孙到底要留给多少？然后我们请吴议员补充一下。那一天哦，我有在看到那个萧永达议员在咨询啊，萧议员他在咨询，他有哪有报告说人台南市他的收入税入税出已经达到平衡了齁。咱的市长有哪有去来解释齁，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意思说台南市的财政是因为举债甲上限已经紧绷啊，未当阁借钱啊。齁未当阁借钱啊，所以因的收支，你看他举债295亿他就还295亿。结果我心内是在想讲吼，无唔对，咱高雄市的财政是没有那么差啦吼，但是我心里面在疑问呐、啊，
每年借200亿，200多亿，咱一当200几亿，200几亿安尼借啦，敢借袂甜？吼、哦？难道我们的预算一定要到举债的上限？无法度借钱啊，较要来做平衡吗？哦，所以我请咱的市政府哦，咱这个团队思考看卖哦，我们这个财政的编列的方式哦，如果照这样下去，早晚也是要破产的、啊。哦，按这点，然后哈、哦，我们的火车头啊，叫到你，你要站起来啊！火车头，谁是火车头？不是，市长你请坐。局长啊，在业务报告里面讲的火车头是谁？自己称自己火车头的。好、哦、好，我们研考会许主委，本席哦，本来很认同你在你的业务报告最后一页写得非常的好。上次你在业务报告的时候，本席也请你朗读一遍，结果你给我念到二二六六，现在本席请你把这个业务报告最后一页结语给我念一下，好不好？较紧的哦，速度快，然后念好，因为这个质询时间哦实在是太短了。还是你写完就忘记，不然你也背起来，写到这好，我要给你学下来。找不到，我可能那个业务报告没炸，没炸，我就要念给你听了。念，好。好，没大没关系啦，本席念给你听。你的结语写说，2012年高雄市以最爱生活在高雄为施政主轴，然后你会带领研考会的同仁，然后有规划新愿景，开创新思维，贯彻执行力，提供便捷的服务理念，然后呢你的贵会会充分的发挥对市府各机关联系协调与整合的角色，继续善尽研究发展与考核等各项职权，监督审视市府团队施政作为，成为称职的市政火车头。这是你写的啦，不是我写的嘛，你忘记了嘛，没用劲了。然后你自己说你自己会成为称职的火车头，在本席看来我非常不认同你这个火车头，因为你的火车不知道开到哪里去，这是我最担心你的。然后从你的业务报告资料，本席就看出你非常不用心，因为本席问过你，我们整个高雄市的年度计划施政计划都是由你贵会在核定的，是不是？你回答是还是不是？基本上研考会是幕僚单位啦，最后我叫你回答是还是不是，按你那么多话干嘛？你喜欢讲，不然等一下都让你讲，是还是不是？是，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负债这么多？我不怪财主单位，财主单位只会说你们各局处室统一删多少，我们议长刚刚才是的，连他们自己特别费都要来配合我们的财政恶化，要删减。那你要不要负责任？跟陆员、吴议员报告哈，今年的施政计划各局处大概提出来300多亿，我们已经删到大概125亿，然后这一些其实都是我在问你重点，你都没有听懂。你告诉我说大家提出来300多亿，然后我叫到大家都统删，所以就剩下200多亿。并不是统删啦，我们是一个计划一个没有统删吗？那个不是统，各局处室首长都跟我们讲啊，会压缩到我们的建议款项啊，建议地方公共建设啊，啊，你可赶快回答不？这个部分跟各局处统不是各局处室把他们的年度计划先送到你的贵处去让你审核吗？重要计划不是所有，你告诉本席说3000万以上的重要计划是不是？对，没错，我没有记错吧？没错，是啊。那为什么我们负债这么多？表示你审核能力出问题，是不是？基本上哈，他都要改。基本上你没有错，是本席误会你了，是不是？不是。我们其实已经很努力在做把关了，都他都要讲哎哈，其实300几个月。你很努力的把关县市合并，我本来我高雄县跟高雄市合并，我期许我的未来，结果市长说叫我给他时间。结果时间越久我越来越失望，尤其对你这个火车头我真的是失望透顶。然后你刚刚讲的
你说要让我们要最爱生活在高雄，我告诉你，现在我的选民，我的乡亲，他们觉得说你这一句话听起来很讽刺，根本就是不得已只能生活在高雄。我不知道你对于我们整个市政计划是怎么拟定，那这该怪谁啊？当然是怪你啊，你是火车头啊，啊你火车头不会开，那这个火车是开得动开不动，开到哪里去不知道。你赔本席再看一下，我给你点子啊，我既然点出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自己不知道吗？那我也还告诉你方法。来，这个我们市府啊，有聘请我们的市政顾问啊，我秀给你看啊，这个叫无几职的市政顾问，有483位，这底你的网页我看到的。那我们有几职的顾问名单是谁？有几位？你敢不知道？你知道有几位吗？对，因为这部分不是我家的，有几职。你只管无几职，有几职不归你管。对，确实的名单其实我并。所以我说你问题来了嘛，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市府这么大费周章聘了这么多顾问，让他们只顾不问吗？你不会去问这些专才吗？好，那谁可以回答本席这六位顾问是谁？还是超过六位？这个谁可以回答？秘书室吗？人事处回答。哦，请人事处长回答。啊，谢谢议长，谢谢陆议员跟吴议员。我们现在有几职的顾问编制是有六位，但是现在实际在任的只有四位。实际怎样？有四个现在很灵的、还有两个是空缺。哦，那这四个是怎样？有那么钱的？他们是机要任用的，依照规定呢。机要运用的、本来有六个，你们只聘四个嘛，是是是。那我请教一下，你聘的这四个是谁啊？我们现在四个，这四个那个有几职的顾问是什么人？是是，他这个顾问的定义哈、跟刚那无几职的没关系的，不管他是不是顾问嘛，有领职的这四个是什么人啊？讲完听看麦，来。第一个是我们市长室的李博义，李博义，李主任。那个啥？那再一个是我们范训立范顾问，范训立，是是，哦，蛮快的，再一个是黄顾问。黄顾问上，谁是黄顾问？对的，黄宪东，黄，还有另外一个叫严志成，谁？严志成，严志成，他们都实际在工作的，在哪里工作啊？拢伫迄个咱起户，伫起户。你是说这四位顾问都在市府里面每一个单位在做事的？我在想是不是每天上班的吗？上班要上班的，我相信是议员要了解是迄、那个，咱另外有三个兼。不是不是，我现在先问你一项，一码归一码。你这六位顾问是你在预算编列里面，你编了六位人事。是是是是是是是。然后他们是检任第十二职等的吗？领十二职等的。十二职等是你要几啊？十二等差不多在15000至120000。才15000至120000，这是含主管加级吗？不然怎么会领到120000？包括在内，包括主管加级。包括主管加级，如果不那，请问你刚刚说我们有一个李博义是机要室主任，是是是。那其他的都在哪里上班？也都在市长室。全部四位都在市长室上班，是吗？你是人事处长呢？啊，人事你管的啊？你这样子回答？是是，都在市长室，除了严顾问之外，另外三位都在市长室。除了哪一个顾问？林志成顾问。一是那个常任文官。我拢听无咧。你越讲本席越让你模糊了呢。你今麦是唔敢讲伊啦？你是人事主管人事的咧？啊，你都回答成这样子。哇，两位议员，那这个你的人事预算怎么审？我跟两位议员报告哈，我们市府有五个机要的这个位置哈，可以由市长来调解应用，这个是行政院跟考试院规定的。那现在有这四个顾问里面有三个是机要禁用的，
那严顾问他是本身有任用资格的，他是常任文官。哎，那个处长，这个法令我不大清楚，我想请法制局局长帮我解惑一下。哎，我越听啊，我两个越灰啊，真正那个许局长。兼顾问职啊，法制局长说一下。哎，许局长，本席请教你，请问那个顾问的定义是什么？啊，依据什么聘的？因为处长回答这样子，我们两个都听不懂，真正我不告不傻傻，连我议长可能也听不懂吧。谢谢议长，谢谢卢议员哈。因为这人事法规是人事处长会比较清楚了，啊，所以刚刚您问我说顾问的好，主要的任用规定哈，因为我手上没有这个具体的法规，所以啊是一个你要相信呐，啊听听就笑，唔说一个你要相信，啊无常任文官佮代理顾问，无啊顾问好，那许局长你请坐，你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啦，你的意思是这样啊？补充哈。在一个市政府里面，这个顾问呢是正式的编制，正式的编制。我知道正式编制啊，不然你人事里面编六个顾问，啊不，我们说，啊不，要问你，啊不，后边编。是。今嘛是讲你顾问，既然两字叫做顾问吼，啊到底伊的用途，啊他的那个被聘当作顾问。他的这些条件资历啊条件到底是他有条件的有条件的设定啊，而且你聘了以后全部都你欺负在上班，而且你说博弈是顾问哦，哎，这个跟我想象的落差又很大呢，因为这里面我只认识博弈啊，其他我都不认识。他占的缺额，比如说我们有六个十二等的顾问，然后也有十个十二等的参事，包括一个技监，这个是政府部门设定关。我没有问你那么多，我只问你顾问，你给我回答到怎么冲啊？你就爱和我问是不是啊？你针对我问，你给我回答我清楚，我大家听好清楚。我现在我请许主委在那边站那么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对不对？要请你来帮我们想办法。啊，顾问的定义，哎，跟我想的不同款呢。我在外面，人家要聘我当他的顾问，是要借重说我哪一方面的了解，来跟我询问征询我的意见，聘我做顾问，是不是？哦啊，一般我民意代表不赶快呢，我哪有请这个顾问，我那个提钱有一个单位呢，嗯，那你的顾问很奇怪呢，编六个请四个，你认为不需要那么多顾问，那你编的顾问又在我们市府里面上班，又不是来让我们问的。这个顾问哈，哦，是一个职称啊，就是说跟我们了解，像行政院也有四个顾问。你要跟我比行政院干什么？是，我是说顾问是。你要去国会上班吗？我希望你哦，针对我的问题跟我回答，那回答要很明确，大家听得懂。啊，你整套回答个，今我拢听啊，无啥啥。好，你刚刚跟告诉本席了，这六位顾问有四个全部都在我们市府上班，那两个为什么不聘？有两个名额哦，而且我们都是。人事费都没有删你的哦，啊，你想要不要请？这个就是说看市政府有没有这个业务上的需要。事实上，我们现在参事也没有顾满，我们参议呢也没有顾满。那你觉得顾问重不重要？因市长无可能遐省啊，迄活动办袂哩，有可能遐欠。你觉得顾问重不重要？啊，这个是由市政府的长官来决定。我问你，你觉得顾问重不重要？你跟我说由长官决定，长官要请谁当顾问，当然长官决定啊。可是你认为顾问这个重不重要？我针对这样子问你嘛。我觉得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我不爱跟，我今天这么想要跟问你，我今天气性都没呢。我要建议你们人事都不要省了。那你刚刚还回答说，除了这六位顾问的员额，你只请四个，那外面还有三个，外面是哪三个？外面的是小三吗？为什么外面有三个？他那个顾问的定义不一样。那外面的三个是谁？就说他是第一个是我们宜正县。宜正县。对，哦，一个是陈旺来，一个是陈天茂。宜正县也在领顾问。你说宜正县还有谁？那个陈旺来。陈旺来。陈旺来是谁？陈旺来的讲市长因小弟啊，外口拢安尼讲啊。
啊，过来。小弟，我跟你讲，市长的弟应该啊。是吗？还有谁？还有一个是我们前议长陈天马。陈天马。陈天马。对，是。哦，啊，他们是有几职还是无几职的？他们是兼领一些车马费，一个月大概5000块，但是我的了解，好像三个都表示不领。一个月5000块，三个都不领。对，他们是表示。因为你都没有请他来让你问啊，人家也不好意思领你的钱啊，是不是？好啦，你请坐，我不想要问你啊，我给你不告不啥啥吼。来，我给你陈门好啦，我休困一下。嗯，你，因为吼，我原底本也要问哦，啊，咱人事主任安尼讲一下，我头壳拢戆戆哦，拢唔知到底顾问是要创啥货啊？他说这边的顾问。不一样，这边的顾问的定义也不一样。啊，我到底是要怎样？顾问是什么东西呢？市政府请几百个顾问，我请问一下，咱感觉有领钱也好，无领钱也好啦吼。这个我们研讨会主任啦吼。今天这些顾问呐、啊，您感觉得敢不容易啊？敢不敢千安门后？所谓千安门后，等于讲你们有在向他们请益吗？我们整个。高雄市政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需要做的？您跟办那下面交流。我甲高议员报告吼，在迄个400几个顾问吼，全部都是无级职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吼，我们在每半年吼，拢有召开一个正式的，在顾问因对市政府有啥物建言，拢会甲因招来。半年。对，然后都这拢有做成记录，就是讲因的建议，也是讲倒位做无好的所在，我拢会甲清。好，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他们所有的建议里面哪一项是最有价值啊？啊，你感觉讲这个顾问的建议的多几项，恁在做啊同顺同好的，你讲几项？我想其实吼，我来讲，卖个讲长言，阮时间足短。是，印象最深刻，因为在咱在来自民间的朋友吼，对观光的部分吼是特别的重视。哇，佮讲到观光，啊，你着真正用，你着伸脆皮啊！我感觉你咧海岸的观光局长呢，我本来不想要问伊啊。观光局用的资料同歹啊，你佮讲观光，啊，你真正是咧，啊，你是咱观光局长伊的执行力不足啊，是安那？你说顾问的建议这么好？而且你说他们最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观光的问题，结果咱的观光里里落落，啊是咱的观光局顶的问题啊，上的问题，你说谁的问题？我想观光吼、哦、需要全市府来推上啦，啊这几年哦，安尼全市府的问题，建议的其实包含航点啦、航线啦，跟中国大陆那一边的一些航点，其实我们都有显著的这一个增加，然后旅客数也都有显著的增加。中国旅客的增加不是您做搞的啊？迄人顶届人大陆讲，您一当然要破几万人来，咱市长亲身去机场接面，您市政府上去啊？有啊，人市长搁对啊，光局长去啊？啊，人市长搁包一个红，互人因的第一个第几万个啊？第十万人，搁包一个红给因，人市政府搞准备。你们这个叫欢迎观光客哦、喔？迄讲的就搁做歹听啦。上认真的局长死头路啦，上认真上肯做搁上拍拼啦，带袂掉啦。所以我讲哦、喔，咱的研讨会哦、喔，你说你是我们的火车头，我们所有的公共政策的拟定。啊，跟咱所有的计划，大部分拢在恁的手头。啊，咱的市政府，我们在你的工作报告翻一翻吼、哦，也没有翻到说我们有什么长程的计划呢？哦，三年、五年、四年、十年的计划，讲咱高雄市要安怎发展，看无咧。你都敢那讲恁火车头，恁足够安怎呢？都是虚的。哎呦啊，你看因敢有爱发展？哦、对啊，因淡水变保外就医的问题，含、嗯、市议会连一滴啊关系都无，啊，都变政治啦，都变政治变到安尼啊，讲啊，我想要万恶不赦的吼。对啊，啊，所以伫一定变啥变啥政，伫因家啦，因讲要变咱高雄啦，所有的计划从顶年度摕中央买迄个讨经费的啦。唔知几项？哎呀，几项啊？我所知也总两项啊。您写计划，中央的预算一定爱您写计划去你讨嘛。你计划无做出来，无做好，中央敢会钱乎你？哦，这跟政党无关系呢。恁家己都无计划啊，做袂好，
中央的补助资源就少嘛，咱的案，哦，没有重大的那个计划案子，中央给你钱干什么？哦，啊，连阮议会、讲议员建议的去做对做对，搞今天的执行啊，这种效率，啊，这种执行，啊，你讲你研讨会火车头，你把咱规个事务团队安怎做啊？啊，是根本恁都一盘散沙，谁人做谁人的，是安尼吗？啊，安尼研讨会主委，你看卖你咧，恁今年啊，顶年度，恁报几个计划要甲中央讨钱诶？你讲者。我想这个报计划甲中央警处吼，是各局处报啦，其实绝对不止两个啦，而且他所谓补助，它其实还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补助，其实这个不需要计划的，这是中央分配。啊，另外第二个当然吴议员讲的，这是计划性补助。那我们这边会有资料了，绝对不止只有两个计划了。咱家铁路地下化那几项，咱每年都市政府就要编30几亿，中央那边头就要出将近100亿的部分啊，所以绝对不止两项。好啦，那个许主委，你讲去年不止两项啊？啊，你嘛具体讲袂出来拢总几项？啊，我即马甲你讲啊，这个你写，你写第11页，你说我们的102年度施政计划先行作业，各机关研提了339案，其中公共建设51个案，然后挂号函提中央公共建设计划2案。啊，你上中央不是每年2案呐、啊？去年有你陈问你，你唔知啊？那你今年、明年你要送2案？我想这、那这两案是什么案？这两案是什么案？我印象中哈，这两案应该是不要你印象中，这是你写的东西，你还印象中？应该是铁路地下化跟那个高雄捷运，因为那你刚刚说铁路地下化去年就送了，今年就送了，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啊。铁路地下化一定要到106年。所以你的回答、啊、跟你写这一本啊，你火车头这样子薄薄几张纸，里面随便写一写，糊弄这一些市议员，认为我们都没在看是不是？啊，我们都不关心是不是？我都要跟你讲哎，这个负债会这样子日益严重，不是一天造成的。那刚刚本席跟你提点了这么多，人事编的顾问你也不去聘，那我问你这个顾问是谁，你都不知道，表示你在审核这些东西的时候，吴立成议员也问请教过你说，你是不是有定期定时间来向顾问请益？啊，不然你欠这嘴顾问是要冲啊？不管有领钱没领钱是要冲啥？然后你人事处长还跟我说有参与的编制，什么编制？议会拢无省恁的人事费用呢？啊，你该请卖请，赶快去请一些专才来啊，让我们请益啊！有财经专家啊，什么专家啊，都去把他请足了，然后定期的跟这些顾问，不管有几职无几职，是不是要虚心跟人家请益？不然你用了这么多顾问在说什么？安尼，我今仔日虽然甲你询问，对你这个火车头没有信心，我希望会后以后你有具体的作为，让我们两位议员看，这样好不好？我相信说，你如果要请跟这些顾问请益，起定副起定嘛，就欢喜嘛，就赞成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都有限嘛，是不是？那你这个火车头，你还跟我说你最称职？那我就说你一点都不称职，而且对你的职务一点啊负责任都无，啊，让你管太侪啊！你连什么工程的什么查核啦，什么每个局处室啦的考核啦，什么拢爱你管，你管那谁要冲啥？还有其他的人给你管啊？你该管的管就好了，而且管得好。我希望说我们整个大高雄的市民都给予你正面的肯定，而且我们全部的年度施政计划都要靠你这个单位来统合，来为我们做漂亮的施政计划，来让我们的市长他的政绩很好，来让我们的市政满意度提升，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结果呢，我本身跟你说过，不要去屈就一些什么，我叫一些人来给我做什么施政满意度，用这些数字做什么？不止骗别人，都骗自己，要骗自己又骗不过，是不是这样？我看了实在很见效，
你又有话讲，好，你讲，那你讲。而且公职施政满意度那个绝对没有造假啦，那绝对没有造假。那本席就是跟你在讨论的问题，你都不知道重点。你施政满意度，你做了什么题目啊？你敢知道我来讲啥？无你会当做讲我请问，我们县市合并将近两年了，我们高雄县民有感还是无感？做干单，我看你的结论是怎样？你是在害我们陈局市长，在拖垮高雄市府团队，在我的认知是这样。你做那个东西是做什么？我说你去向这一些大顾问请益，然后我们去各方面打听，学经历，对我们高雄市政府有帮助的，赶快去。你不要老是讲什么观光，观光观光局长会管。啊，让他自己去请益。那你们每一个局处室的首长跟这一些顾问定起来请益，看人有什么较好的意见要提供给我们，让我们高雄市更加进步更加发展，这是我们大高雄市民的心声。这样你了解吗？不是这样一看报纸一报电视一报负责一堆，越来越多，每越来越少。那你知道我今天在跟你讨论的问题了吗？重点你对你知道吗？哦，你真的给我开很多时间呢，你要为今天的答询你要负一些责任。那我希望说今天跟你讨论以后，你的作为会不一样，让本席对你刮目相看。叶路远讲观光，讲观光啦吼，就是伊上无够会通讲观光的。较早热比亚的事件，伊咧做新闻局长、新闻处长，买手为着迄段时间热引进热比亚高雄市的黑暗期啦。迄阵恁高雄官也毋知影，知影、啊、连一只好心仔都唔敢来啊。嗯，啊，昨暝咱陈市长迄只大只虎啊，洪志坤。搁咧讲我三都新闻处，讲我是亲中啦，阿强啊派我来卧底的啦。啊，你啊看这够够惊，讲观光，讲我是阿美因老东家阿美我，讲我是亲中啦，所以新闻处甲裁撤啦，要停查停中国大陆啦。啊，你看这种，啊，阵伊都爱做新闻处长啦，要观光。甲高雄市迄阵时间，每一个乌暗期都有够凄惨的，佮家己自告奋勇啊，讲因是伊是洪志坤讲伊家己是因为伊替因市长啦，讲啊讲我要求啊，事实啊政策唔对，煞免有一个爱负责任。安尼讲，伊是为着因老母，为着因市长啊，歹势啊，讲伊为着因市长两肋插刀啦，是安尼家己主动离开高雄市政府的啦。安尼人进嘛是搁做研考会的主委，啊，不是讲要罢免议长。我靠，吓啊！我惊啊！吼，够惊哩！好啦，徐主委，你请坐。我你等你好好啊，想一下。其实吼，你的责任重大啊。啊，像你当初讲的安尼吼，我感觉咱高雄市政府也无足大希望啊。因为啊，讲到啥奇怪，你莫名其妙搁讲到一个观光局去，啊，你搁要害观光局长搁无头路啊？哦。啊，我是认为说，本来这些顾问我们在讲的这些内容，你们该做的事，你们没有很精确的去做这些动作呢。顾问你就是要请这有专业人才的人，你去对他的专长，然后你让他请益，然后让他的意见能够让我们市政府更好，对不对？这单这一项就不行了。啊，你所有的建设，你所有的做的工作都没有落实啊。哦，我当初我讲的连。议员同简单的建议，恁基层人做的有诶无诶搞尽，恁的达成率偌济？我看无50%，这讲来足悲哀啊！哎，来，我请我们经发局蓝局长，本席请教你哦，按你今天回答明确简要一点。好，我们冈山本州扩大工业区开发计划，它是还要再进行？还是终止了，还是你在黑箱作业慢慢进行，然后边打边谈骗我的乡亲？来，你回答。
我跟陆议员报告，这个案子其实它的状况还是维持在原县府时代的一个状况，原县府时代已经把相关的一些报编计划有送到中央，那其实现在的状况是维持在这边。那我必须承认说，当初县府时候提出来本州扩大北的一个报编计划的时空背景，跟现在整个冈山地区跟本州北地区的发展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就说 那你陪本席开过说明会，对不对？对，那是议员也有这个，对吗？对，也有到现场参加。你陪本席开过说明会吗？对。那说明会里面来参与会议的百姓是赞成的还是反对？基本上大部分的意见都是不支持，这个是没有错。你回答还很文绉绉，明明个答两个人赞成，剩的拢反对。那两个为什么赞成？因为伊都已经起工厂伫顶管了。你有了解吗？所以我甲议员报告讲，议员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的确因为现在冈山地区的发展，那包含这周边有一些这个特定区，还有整个高科的扩大区的计划等等，其实让这个计划是不是需要去进行，需要更多的讨论，这个我是同意的，同意议员的这个建议。本省人哦，跟恁这官员讲话，我真正袂啥样讲。我原来以为你是跟我一样当过民意代表，你回答让本席应该很满意才对。你原来的这个要计划启程，你计划其实到101年就要做好了啦，是不是安尼啊？这是原来嘛，合并的时候，对嘛？对，所以原来的那个。然后透过多次的说明会，本席也让你说知道说乡亲反对的意见。那为什么会反对？啊，其实哦，我拢讲恁家的起雾团队的各局处首长拢在海起定，因为我觉得市长很重视民意的人，他应该都听得到老百姓的心声，可是都被你们这些人蒙蔽了。为什么啊？我本身跟你讲，我住你家嘛，你知嘛？边一个永安工业区，没有错，永安，还有高科。还有我们的本州工业区，还有一座焚化炉。我跟你说，我们的绿地本来就很少了，然后这一些农地有原来就生长在那边的百姓底下耕作啊，还有那个在做那个渔温，那都是赖以为生的。然后当然有一两个他有在盖工厂在上面。那本席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已经自己盖工厂的，你去尽量辅导他们合法化，来让百姓不要有你征收的土地，你们就应该要终止这个计划，这个不当的开发了。跟你讲这么多遍了，你都不听，你又给我硬到那些天顶外路，然后又要修饰你的用语，本席不能接受啊！好，我相信哦，咱市长是关心咱大高雄的老百姓。伊的生存权，包括讲，阮原来就是生活伫遮，阮就是习惯我的土地咧种啥，我咧饲啥。你不需要来给我征收，我根本就是反对你征收，而且全部附近的邻近的居民都反对，认为不要再做工业区了。啊，你们当时候的承诺当然是县府时代没有错，啊，错误的政策，我们后面还要更错吗？再不要再错下去了。所以我刚也跟议员报告说，当初县府提出来的时空背景跟现在的确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对吗？好，那我请教陈市长。市长，你上重视民意的啊？啊，这哦，开过几啊摆说明会，真正人大家拢有够反对，有够反对的，包括嘛有向市长顶前过。我希望讲市长，你今仔日当采取一个，这个计划就终止就好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陈市长，麻烦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好，我对我的乡亲冇交代，好，伊卖啊，要惊死我！这块是要种啥货啊？啊，到底会当种袂当种啊？啊，要放什么回落去啊？陈市长，麻烦你。多谢议长，多谢陆议员吼。一方面，当然站在市政府的立场，也非常的两难。一方面，我们在工业的发展，未来高雄确实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我们当地本州工业区四周围大家都觉得不爱工业区，也是无污染的工业的发展，对咱地方有帮助，对咱地方就业有帮助，
这个部分我是跟本来当然经济发展局跟我说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第一他会跟当地的我们的民意代表议员做很深入，说到底你本州工业区扩大了你是要做什么款，虽然是一个工业区，但很多工业区它是一个 没有污染、啊、这个部分要先让当地的议员民意代表了解、哦啊、第二、啊、你这个部分如果你要扩大作为工业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需求，高雄也有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期待、啊、这个部分你也要让当地来了解、啊、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能够用市价做合理的征收，这都要跟公共清楚、啊、当然是说如果地方咱诶，顶边诶，苏议员嘛有伫，嘛有赶快有咨询这个代志吼。啊，我感觉市政府对这个内部嘛真重视。如果地方一直反对，这个计划是无可能达成。但是本州工业区的四周围，伫遐到底有够适合种植无、养殖无，还是无？咱要安怎对因这个人有一个较好？吼、哦，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讲安尼接续因的后半生，无论是要互做啥，啊，这市政府应该经济发展局来提出这个整体计划。所以讲，我是感觉陆远这个意见，我们是非常的重视。啊，我感觉是不是第一个，因即摆的经济发展局希望阁办一遍的公听会，啊，互人知影讲，如果讲这个报编，这个报编它的内容方向。包括伊个产业是啥，爱足清楚。啊，第二啊，如果讲今仔日咱地方吼强烈个反对的时阵，吼、哦，我们当然要重视民意，我们来自民间，吼、哦、啊，如果真的民间反对，那我们整个工业扩大报编，一方面整个中央或者来自台商或者很多人希望回到高雄，都希望讲会当。诶，增加咱的就业啊，但是这也有困难啊。当然，这个计划都无法度推上啊。这个计划嘛，行之多年，啊也有报我们中央。哦啊，当然，如果地方强烈的反对，那我们当然要尊重民意。谢谢好，谢谢市长哈、哦。我跟市长报告啊，这个为什么地方会反对？我都要讲诶，边啊，这些主吼已经有这些三大工业区包围。然后当时候我们的做环评，我们政府都欺骗老百姓。你说什么低污染高科技，我们整个本州工业区现在都什么都螺丝呢生色啦，然后还有焚化炉啦，处理废弃物的啦。如果说你们还要把这个计划再进行下去，麻烦你们考虑让我们三个里都迁地方居住。我在这语重心长阿玛个市长其实哦，说明会哦，你个亏哦，真正是浪费资源，开了太多次了，真的只有两个人赞成，赞成的理由就是已经去工厂里顶管，其他全部都要里长去发动里面来反对，不要再做劳民伤财的事情，好、哦，然后市长就跟我们那个经发局明确的指示，这个计划要终止，那个蓝局长。你看，这是你管的工业区，然后这个是工业区里面的滞洪池。你看，真的是乱七八糟哈、哦！啊，等下维安内啦，啊，椅子什么坏了都不修啊。这个、啊，本席麻烦你哈、哦，真的呢，从来不删你们预算，啊，拜托你们做，然后甚至公园里面那个树十几年了没修剪。啊，本席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啊，我嘛做悲哀呢，我从县市还没有合并，讲到现在，啊，快两年了。这个部分哦，我跟议员做个报告哦，也谢谢议员提供很多的意见哦，因为这个卡提亚乌金，那这个工业区在86年开辟之后，到现在的确整个环境都没有大幅的整修，所以在去年市长就先优先才是说先处理污水处理厂的部分。那今年我们其实也争取到中央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将近1000多万，做整个本州工业区里面路面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整修。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有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大型的计划，就是说，因为十几年来整个环境都没有整修过，包含路面，
还有公共设施的一些整的重新的重新的翻修跟整修，我们会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那到时候也希望议会全力来支持。我们希望，因为十几年了都没有整修过，的确，这个本州工业区里面路面还有相关的公共空间，这些都需要重新来处理。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个拟定。如果路面的部分，我们会优先来处理。本质是希望说，哦，借由我们平时也不一定开会给你建议，那为什么开会还要再提一次？这是平常时跟你建议不好吗？为什么要来这讲？这个我们也。让乡亲你给我欢迎，啊，我一直给你欢迎提案，那也拢无效。有啦，议员讲的，我已经有做足侪啊。有做足侪啊，看到的就是安尼。那你跟我讲有做足侪？还有很多没有做，我知道，还有很多没有做。那表示你贵局的经费编列太少，是不是？还要向中央争取，啊！你自己都没样清楚，我们都啊，该做唔做？这个我们会讲。啊，不该做，叫你本州工业区不要扩编，计划终止，啊！你一定要走。我们会加强跟这个。啊！你还给市长错误讯息，还市长说还要再重新开说明会一次，你不大负责任呢。我相信本来你应该是跟我讲的呢，也都在为民喉舌的啦，为什么换了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好，你请坐，谢谢。英女哦。其实本州工业区我哪请伊啊啦？你看恁敢那一地啊，恁就管理了里里浪浪啊，够恁扩编一倍，啊恁要哪管理啊？啊，而且你敢有想到一点？你扩编以后，你跟民众的距离更近呢、欸。那以后你是不是又引发那个什么人大工业区有诶无诶啊一挂要要求迁厂啊一挂抗争的代志拢搁出来？哦，所以这种要扩编的事，其实我们在县政府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反对到现在了。哦，恁要扩编的扩编，百姓啊啊，工厂要你要当街的都差甲要死。哦，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哦，所以这点恁要慎重考虑一下。来，阿姨，很多看到遐路啊，吼，我请教一下哦，咱在座这个所长啊，吼，你们有开车？自己开车的枪甲去问吗？占一半。啊，有司机在嘞，市长有两司机在嘛吼、哦？因被司机载的几位？大家嘛有司机在。哦，拢司机在，唔，我是讲家开车呢，家己开车呀、啊。没有啦，他们公务是坐公务车啦，然后私底下也有自己开车啊、嗯，是不是这样子？基本上都是用路人啦、啊、哈、哦，基本上。这个用路人开车，用路人其实应该要说用路人啊，不能说开车啦。走路的人也是用路人啊。哦，你像咱总招，恁的路无平，行到个跋跋倒，切到大坑塞里。哦，来，啊，我问你们哈、哦，咱用路人，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东西？来，谁可以回答一下？自告奋勇，有无？无来点名呢？来来，迄、那个。公务局长，哎，公务局长呢？谢谢议长啊，加官员报告，大概应该是路面的一个平整度啦，啊、嗯，就是讲路面的安全啦。哦，对对对，我个人的都认为是这样。是，谢谢谢谢，来请坐。问对了吼，大家用路拢蛮注意啥会？注意安全尔啦，要注意啥？如何可以安全？来，那个交通局长，我、哦、这跟交通消防有关的。要怎么样我们用路才会安全？就是交通的环境要妥善哈、啊，就是比如说啊，你讲话白啊，你讲的温言呢，人上天屋呢，就是什么叫妥善呢？交通的环境要做得好，包括路平，包括顺畅 啊，有没有顺畅？哎，死角有没有易肇事的路口要改善？这个都要做。嗯，好，很好哦，这样客气用一百分呢，请坐，请坐。哎，奇怪，啊，大家拢知影吼。我们在座有没有哪一位所长你不知道说爱安怎才安全呢？有没有？有的请举手。那个我们刚才交通局长讲的这样大家认不认同？认同吗、哦、那个 K 啊，副市长，不好意思，这位同事我比较那个啦，比较没礼貌，抱歉啦、欸啊、你有认同没啦？有啊、欸、有齁、哦，路要安全的，路爱平啊，吼、嗯哦，啊无死角啊，哦、嗯，啊加相关的这个啊号志上面爱明确啊呢。是是，好，谢谢副市长哈、哦，来来来，啊，但是我请您看麦啦哈、哦，这个只是局部啦，因、那、为、個、我这里要较光啦哈、哦，但是你看看这条路吼、哦，真宽，啊，补来补去，
搬来搬去。啊，这条灯热了，视线不错。可是如果哈、哦，是因为这个光线的关系哦，这路波颠波噶哈，有够恐怖的啊！嘿，我塞车啊，塞过这，一边塞着，一边心内在骂啊！啊，这骂什么人？哦，这啦，啊，这中孝一空啊，这一空啊，哦，啊，全这拢破开啦！来，啊，这有哪看到无？伊这哦，全这个所在哦，路高低都有落差啦。加的这裂痕啊，高低的落差，规个路都很薄诶。这条路上知影对无啊？啊，公务局长，我相信应该你们知道啦。公务局长，这个一大二路啦，要用二修一条路啦。诶，咱的观光客遮侪位啊行吼，结果啊，这是外口分化路头前迄条水公路，你存这个路面，这弄安呢？我是说吼。因为有人在外面讲说吼，哎、欸，啊，为什么义大路这趟二修大厦义大城这条路为什么这么歹？啊，咱自管政府的时代就一直讲要甲空空空空到尽，啊，到底为什么不空？人外口拢讲安怎话，讲啊，这个政治考量啊，啊，都可能二修啊都无停止建筑，啊，所以一条路较重要，伊就敢嘿啊，唔敢做。哦、当然我相信事实不是这样啊，问题人外口咧讲作歹听啊，哦，啊有一条路两档，你拢无摘掉迄个风栈，路歹个呢，我含迄个陆议员，阮的共同朋友，迄天咧引导，讲伊有买一间别庄伫遮，伊拢伫遮出去，还把车子开到保养厂哦，伊讲也练歹，保养厂讲你真的唔是歹呢，你咧变形呢。咱高雄市的路会当塞到恁肯变形啊！你看偌牛啊！迄个朋友伊的职务袂歹呢，伊塞的是好车呢。伊塞的咪讲迄种重工啊车啊，讲啊凊彩就歹呢。结果人的恁肯塞到变形啊！这几条路来啊你！你阿边只哦啊！这报个报吼，那个蓝局长、嗯，这个你很熟吧？这你惯的吼。都有空，哦，空的哦，啊，拢无爱补好个哦，拢无病哦。嗯，哦，本时在那边散步啊，还跌倒。大家问看我走路为虾米啦安尼？拄好法制局长讲要替我申请国赔。嗯，我是想把资源留给别人啦、啊，尽量不要去申请国赔。不过哦，你督导不周，你要负责任，我让你赔就好了。其实齁、哦、合并以后啦齁、哦、不要说合并啦，其实每一个政府单位齁、哦、以百姓的角度来讲，你去一个什么海洋音乐什么流行中心，我讲百姓也不一定知啦。啊你给他用一个什么码头，那有的没的啦，百姓不会很知道这个东西啦。你用个轻轨，我相信也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啦。这个轻轨用的又一个大前坑啊，那真正有必要这样做啊、哦、那天萧议员说啊，他有可能用一亿就可以代替这个一两百亿的工程、啊、那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到那边啊，你大项的还是说你真的我们市政府做的，不然被谁是看有，可是百姓最关心的我相信不是这个，同关心的应该是用咯，大家都弄我车都弄要打赢啊，我心情哪会好啊，心情不好就对别人出气，对孩子出气啊，上班也不欢喜啊。今天当然除了这个路平以外，我还没拍青阳灯呢，合并了青阳灯加设很多呢，啊设很多没关系，多设很多红绿灯没有关系，但是呢路顺不顺？不顺啊，塞一个五十公尺、一百公尺，才停一个一百公尺好停。哦，迄塞车的人会配面呢。所以那个交通号志红绿灯是上关的。哦，交通局长哦，我建议你哦，下去我们整个地区你要去清查。我得起来照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啦。哦，因为你们对高雄市本来就比较好。哦，啊，我伫外围咧照吼，我感觉迄路，尤其红绿灯拢无同步。啊，而且那时间差抓得很差，
你叫人塞车的人一百公尺就停一摆，一百公尺就停一摆，伊会弄红灯未？啊，弄会出问题未？哦，这个是安全考量嘛。所以你们要整个下去清查一下，家己实际去照一下，看下红绿灯对无顺呢，共小可改一下，做寡功德，安尼好唔好？哦。那另外针对道路的部分哦，本席在这边哦，也要跟养工处处长夸奖几句。本席马上跟他反映的事情，他都马上做得很好，而且真的是为百姓在解决问题，不是说吼、哦、想想的讲我发现现在恁做拢未使，啊未做一就是未做一。在这里，本席给予你非常高度的肯定。嗯、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我们吴议员讲的那个耗资的问题，啊还有其他。道路的拓宽，这很奇怪呢。人家跟你们讲说去勘察了几遍了，啊，本身拢骑行去到遐，阮公山呢，迄、那个大庄要往三合里啊，那个道路中心点向两边拓宽，我骑行得会勘察盖啊，会痛，一改再改，再施工了还去改，本席真的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事呢。那我晒干脑子有代志啊。都已经定好了，啊，盖子要用顶好啊，恁竟然搁会当迄个盖，这个你们不要解释啦，啊，你们自己去好好反省一下，那到底怎么了？啊，大家违反乐死，啊，明明都无已经拆掉人的工厂的，啊，讲盖子顶好，恁即马开始施工，搁已经定位，啊，为人爱拆工厂的围墙拆到内底，你们到底是在搞什么工程？我也看不懂。哎，拍摄啦吼！啊，因为我当初问的迄，我也是爱请咱干部局长吼，针对186线和迄、那个那个什么，义大二路，你是不是简单的说明为什么古拉当啊拢不爱空？哎，偌久开始在空？简单的，简单的。甲伊款报告啦吼、哦，我就足简单讲，义大二路吼、哦，伊真正是为时间设计时间有它严重的瑕疵、嗯，所以我们要很慎重，唔是讲干呐。对，我真的很慎重。看他标兵改跑完了啦哈，所以我们还委托那个公路总局为台北来做彭克曼的一个脑度试验。那他妈已经做好，慎重多久了？何必你又多久了？所以我要讲，原本已经发包啊，明天我们义大二路哈，明天就可以开始为两边的机车道先开始做一个轰展、啊，快车道的部分会接续，因为快车道部分哦需要加铺到。华公公告你，小西公公才能够承受他的这个载重，所以其实从县市合并以后，包括100年的企业，第一嘞快靠近186甲，还打过 bank 嘛哦 ，bank 我们也马上就动用这个1000多万去跟他修。我家就不敢以完不管，真的我们那天处理义大二路绝对没有政治考量，没有、哦，真的是没有政治考量。这个我可以在议事厅里面很负责任的说，局长，但是我跟你讲，绝对是太慢了。啊，不是，我都只要度假家己员报告。无，迄一条路两当摆架呢，拢无顶当。不是，那个议员报告就是讲，因为它不是。啊，另外靠的186嘞。那另外水管路的部分，186是烂位之一个民族路。该谁没啦？不是，我先家己员报告，为民族路往东到城关路已经开2500万，已经做好了嘛。从城关路再继续这一个往东的部分，九号明天开始会继续再做一个刨铺。啊，至于说这一个西向的部分，让它配合我们的这一个义大二路，义大二路如果在12月的上旬可以全线哦改善完毕，改善完毕了以后，让那个水管路西向的部分会接续来把整个完成。所以从我们的民族路到义大二路高52，这段。到时候全线都会改善完毕，包括义大二路到12月的上旬。反正你得尽量较紧的啦，可以啦，卖还惊歹路惊久啦。这个我们真的感同身受啦。局长，惊歹路你听有无啊？这个我知道。人啊，永春咧做迄路，唔得开惊歹路，结果阮进做沈阳百姓啊咧惊歹路。啊，真正义大二路哦，它真的是要做一个结构性的处理，唔是讲干那跑步案那样啦。当然啦、啊，就是问题就是你太慢，我才提出来嘛。您尽早做，我会甲你讲，对不对？啊，他有一定的工序啦。哦、好啊，好，谢谢，谢谢。来，咱看一下迄个爱河的啦吼。其实这个爱河吼，咱历任的市长，大家拢把它当作他的政绩。
没有错啊，爱河旁边真的是弄得很漂亮啊，灯光啥也拢真水啊。我迄个国中的时阵吼，啊，假日我能。时间到，要继续还是啊？继续，这些长官没关系的哈。啊，接续了，接续了。来，一女吼，我在读册的时阵可以吗？还是要休息一下？那市长没关系，市长请。我是长哈，今麦阿伯一回答嘛哈。其实哈，咱市长嘛，把这当作司机啊。啊，阮囡仔时代，我相信这大家拢同款嘛。其实爱河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啊。咱去遐边啊散步，啊去遐看人诶，有诶无去遐佚佗。我相信小时候我们都到那边去玩过啊，哈。来，啊，可是哈，咱进爱河家是毋足水，啊足水，你啊看讲哦。大家做歹想讲哦，爱河在这个美丽的后面哦，隐藏着一个很深的哀愁诶。为什么啊？我只好笑哦，原来是没有你有啦，哦，但是我看直接秀出来比较快啊。爱河的源头是什么东西？臭水沟，知道吗？知道的举手。敢有人知？哦，一个。蓝局长啊，水利局长够不？奇怪，足少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爱河的源头在哪里哦？不会想看卖哦？来，这爱河哈，正手边的咱足水的所在啊，咱进中下游，然后它的上游，站在这边的这一个是一个里长哦。来，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简短的影片，请播放一下。高雄市爱河经历六任市长接力整治，水质景观都获得改变，但是位在仁武区八卦寮的爱河源头却是杂草丛生，污臭不堪，难与美轮美奂的爱河意象产生连结。我查了这水质拢足歹啦，我希望讲会当讲看来，包括中央啦，中央嘛爱来关心这地方啦。这一条远近驰名的爱河是许多高雄人的生活记忆。近年爱河中下游经过整治之后，成为全新的清水空间。但是爱河源头近30年来却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因为河岸崩落、河宽缩减、杂草布袋莲丛生、登革热蠢动，像是一条隐身在都会丛林的臭水沟。爱河源头今年整治的，是讲伊来整治然后，不但会当哦带动观光啊，也会当和生活这自然的功能的。八卦里面从县府时代就开始反映希望整治爱河的源头，包括前总统陈水扁、前行政院长谢长廷、高雄市长陈菊都来会勘过，但却迟迟不见下文。谢秋江里长表示，爱河源头如果能够做成休憩的提案，建造自行车道或是人行步道，不但能够带动观光，也能一并防洪。八卦里面十分期盼爱河整治的工程不要留下缺憾。联合报记者王昭月高雄报道。高雄市爱河经历六任市长接力整治，水它这个水是黑色的，它这个水是黑色的。所以我讲吼，我们可能我们高雄市的人哦，唔知讲爱河开这侪钱吼，结果电管哦进哦，已经捞三四十吨啊，都拢臭狗仔水啊！不怪爱河的井底哦，井底干不够多，只好怎样截流？截流就是把电管的垃圾水啊炸开。那其实爱河的水会变干净是怎样？它是海水啦，它不是真的爱河的水。啊，你今麦你电有无剪断？你下骹会清洁吗？那我们当然爱河现在做的也很漂亮，只是说咧变观光啊，讲这安全话袂讲到这来。三十栋啊，这里长里啊讲的，拢无人要做。哦，啊爱河有人去甲溯源啊，里长，这你有用哦？你讲，哎，咱来溯源，来看爱河的源头里底，我讲啊，没看头啊。你一看到就是臭水沟啊。哦，啊这爱河为八卦寮那边，是块龙种温沼，爱经过这个桥，较老入去甲高雄港，所以的源头。伫八卦寮迄北屋社区的遐附近遐边啊，哦，啊，迄三十栋啊，杂草丛生，啊，拢污秽不堪，
所以我讲吼，咱一直讲要变观光，要有诶无诶。啊，其实这个区块，伫北屋社区这个区块，我相信毋是观光诶问题尔。其实佫同重要诶，应该是河川整治，因为你今仔日咱顶一届大水八卦了，淹甲足惨。为什么？因为这个河啊，这个源头啊，整个杂草丛生啊，拢无收准啊，伊个河道拢无清啊，拢无凿开啊，水流袂出去嘛，流袂出去就甜开，百姓就淹到爱袂叫好啊。所以你人武现在的人口成长这么快，你这个水患啊，治水的那个工程吼、哦，再跟不上，受苦的是谁？嘛是百姓啊，啊百姓受苦。咱上会遭殃，相信市长你有哪会加减遭殃啊？吼、哦！啊，人谈到你顶头讲，你着把水用好，互阮袂淹水，佮顺刷嘛。甲边个提案，人行车、人行步道、自行车步道走开。哦，迄、那个所在变作水呢？迄、那个所在变作水啊！哦，啊，爱河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呢。哦，防洪、观光。只要你好好做，我相信是可以一兼二顾啊！哦，爱问题为什么长期来无做？我相信市长、按水利局长、咱干务局、建设局，我相信你知啊。北屋社区那边的防洪治水为什么一直不做？伊就讲无钱啊，一句话啊，无钱啊，啊无钱要安怎？无钱，百姓的土地底下三四十担，三四十担，嘿。我看为囡仔食到真老啊，规个土地拢袂使用啊！啊，所以你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哦，你长期不用，这最严重的影响到人民的权益啊！所以伫遮请咱市政府赶紧征收，维护我们民众的公平正义啊！哦，啊，人遐个百姓真正足渴望、足巴望、足期望、足希望，咱市长你赶紧你甲做哦！啊，咱阿扁、啊谢长廷，咱市长有哪拢去看过呀？是不是恳请我们市长赶快做？啊，是毋是请咱市长哦来说明一下，偌久的时间会甲遮改善，偌久的时间遮征收的问题会甲处理？啊，哎，市长当然。谢谢，谢谢议长，谢谢两位议员哦。我们对于爱河源头，吼、哦，我会感觉咱过去管区无合并，啊，变作讲伫迄个爱河的整治着做高雄市的，啊，但是一直拢无法度解决问题。啊，我也知爱河的源头伫八卦寮迄个所在，啊，即摆咱市政府从即个部分，你也讲无甲遐个公共设施土地做伙来处理，吼、哦，安尼市政府无在调做。所以讲，即摆咱市政府相关的局次，都市发展局、地政局、水利局都有一个小组，啊，即摆伫处理这个整体问题。整体问题想透过地政局公办吼、哦、土地定位，取得制洪池，啊，甲规个有的所在应该是伊的主体用地，有的所在是公共设施，有的所在是制洪池，用这样一并来处理。那我感觉委员非常关心，我们也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跟委员做够详细，现在整个地震局现在的规划，我完当时我们完全赞成用安的方式，特地来解决咱爱河源头的问题。好、哦，啊，这个起程，起码在因这个小组，都地震局、水利局、都市发展局啊，这个部分啊，把起程出来，我觉得我们就请同仁。跟委员报告说，这个方向市政府的内部都已经讨论、嗯。那我们相信这样的方式对当地地主应基本上买单接受，买单认同。啊，是讲要讲市政府征收差不多要十几亿，啊，这按十七亿外，安无可能。所以讲，你也讲土地定位、都市计划，予人地主袂使想揭开。哦，啊，但是咱规个会当来达到防洪治水。嗯规个爱河流域的整治，安尼一并安尼来当这一组，安尼。不过市长，你谈到讲要规个土地定位，吼，卖有百姓客规作侪。可是市长我报告啦吼，其实这个我跟好几个局处吼，嗯，阮迄天来开一个会啊，
结果我招来开会，你嘛无做会议记录啊？啊，可能你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单位，你们几个单位很离谱啊！开会了，地震的我甲问，啊，那个建设局的甲问，问的，土地要变更，有法度无？无。啊，土地咱重划无？无，拢无法度。所以看一看，唯一能做的就是征收。无，市地方主席唯一能做的征收，你的资讯不对，你回去你请他们在，尤其地震啊，个那啥，建设局哦。郑都花水利啊，我想我水利我知因进有在做啊，水利因要把因的提高，向水利署争取经费，这个案子应该也快到尾声了，应该差不多了。可是，在那里，比如说那里是八甲土地啦，八公顷来讲。因水利用到的可能是两公顷、三公顷，佮剩五公顷无法度征收诶。我甲吴议员报告，好无？你给我一点仔时间，都甲吴议员讲。当然，你甲其他的局处，即摆市政府足明确的政策，都是地政局、都市发展局、水利局、工务局、研考会，因这个工作小组，因甲我所做真完整的报告。市政府认为讲要解决，要用透过公办的重划，来解决当地饮水的问题，让道路系统更加完善，安尼比因地主会当分到一部分的土地，绝对是比原来征收的方式更加好。这我也请郭议员会当支持。我支持啊！啊，所以讲这个部分，你讲到你，那市长，恁点解恁市政府的人讲安尼无法度办呢？无安尼，后摆我想这个小组，因讲伊无法度办呢。好啦，啊，这都市政府已经，我市长直接给你的答复，这是政策，政策性都是要安尼做，这我爱负责啊。所以讲我唔知多一个所在，我嘛希望讲，有当时咱的我的要求，我内部同仁要甲议员做报告，应该爱较完整。啊，唔当伊滴讲啊，这个我即我甲你讲一书啊，再讲一书啊。我感觉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以后整个爱河整治，我们就以我们的陈副秘书长，伊如果你讲议员吼，伊对这个规个重划也足专业内行，我们以他作为窗口，好不好？副秘书长可以跨。是恁统计什么时间可以当开这个？跨局处的，我想我们大概这两个礼拜，我也在催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吴议员很关心，我也觉得我在总执行必须给你交代啊。但是我们这个政策已经都非常确定，非常确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大概就陈副秘作为吴议员后摆要了解我的进度。啊，以陈副秘书长作为窗口，啊，甲吴议员报告，因为即摆问地政局，伊就讲伊这个部分，问水利局啊，都市发展局，安尼唔是完整。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在未来的两年多，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重划的部分，我们非常明确，好吗？好，好谢谢因为吼、要你们编经费，讲叫恁来征收，恁拢讲无钱是啊，一体就过来十担啊。不是，这吼过去当然即个关系合并才两档嘛，两档这个问题一直拖阮是足大的压力，这嘛知影规个八卦聊规个遐，大家对阮的期待足高，所以讲这个部分很明确，它是公办重划哦，这个部分保障地主伊应该有的权利。两个礼拜内开会啦吼，安尼找秘书长。陈副秘书长、哦、好好、哦、谢谢、谢谢。那承接我们吴议员的建议啊，我在这边也跟市长报告，跟各局处室相关的首长报告，本身也有提一个案说是不是县市合并这边两档啊，咱会当把咱的高雄市全部的土地做一次总体检查，来做一个计划，就是讲，咱原来有公共设施的用地，有啥物用地，咱拢来统合一摆，来做好。然后以前我们有机关学校预定地，咱是毋是无要开发的？啊，即摆人拢少子化，学校拢一直咧猜测啊，无可能搁去学校啊嘛。那把这些地，你是要充分的把它活用起来，还是？要还地于民，这样子才不会阻碍我们地方发展。
吼、哦，我请市长嘛督导一个小组，你唔免回答了紧吼，嘛紧甲这个代志啊做好好，这对咱高雄市绝对是真正面的吼、哦。然后我为什么秀这一张？刚刚吴立成议员说，请你们征收，这里本席接下来要讲的，请你们要重视人家百姓的生存权，该不要随便征收。就不要随便征收。我要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永安的志宏祠。为什么要跟您检讨呢？我的志宏祠非常重要，本身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工山区，我们很多里的里面曾经被饮水的，包括老厝白米，我们后协这里感谢我们市长的德政。你自从在我们老厝的边啊，设这个水水的志宏祠。今年有下雨，虽然没下很大，可是明显看到它发挥功能了。那你地点选得对，当然你的志宏祠功能就会当发挥。你地点若选唔对，我相信哦，不止惹民怨，而且你说你要志宏要还宏。一点啊效果拢无，为什么我要安尼讲？永安嘛是本色居住，伫个隔壁的一个区吼。这个所在平常时，因这个社区，从因村啊到即马，唔捌得饮水。那么为什么伫几年前会饮大水？因为咱的政府的德政设了一个高雄园区，就是陆竹科学园区吼，设立了后。内底园区，我唔知影即个专家学者安怎咧审即个环评。本身没有治洪，没有设治洪池，也没有防洪效果。结果全部的水，因为基地内底变高，全部的水拢下对外口出来。永安工业区啦，永安的一挂百姓的厝啦、田啦、温啦，拢中受遭殃。然后我们。刚刚讲这个志宏祠，遴选地点很重要。那么，在咱的民国一百年六月二十七，哦，咱的水利局有发文呢。然后里面的第四点有讲到说，咱的水利署当时哦，咱的营署长有表示哦，讲这个志宏祠虽然是纳入易淹水地区改善执行计划。不过呢，人地方的百姓认为讲，本这个志宏祠不足以改善排水及淹水，一再研究其他方案。这北庄欧里西啊，结果呢，我们的水利局啊，当然你们是专业，我嘛唔敢讲你唔对啦。不过呢，你们去开说明会的时候，国民公司讲的。真正是哦，吓惊无知的老百姓。我都一定要做啦，啊，都一定是爱做的计划啦。啊，你们安怎拢免讲啊？这个叫说明会吗？本席参加过一届，当场就告诉你们，开说明会要来甲百姓说明，太多爱注意。为什么要开说明会？就是要说明给老百姓知影，你要做这个计划的重要性是啥物？希望取得百姓的共识，安尼较对吧？不是叫顾问公司来吓惊老百姓呢？啊，顾问公司也是你们选的呢？啊，开了一摆，啊，百姓拢一直甲你反对，啊，署长嘛讲无是毋是？等研究其他的方案，恁拢连研究都无爱去研究。一意孤行一定要在这里做，甚至人议员安尼足侪人参与啊，搞不了为什么人的议员拢无人敢参啊？叫做死不上力。啊，我开会过，我去爱来才讲，我也无讲市长嘛拢唔知，啊唔知领导在咧做啥。刚刚市长讲得很好，伊讲咱呐政府的公共建设。非常需要要来赶征收的时阵，爱用咱的市价征收嘛。
这跟政府通过，结果呢，咱的市价规定，恁知影无？市价听起来足好听呢，敢若讲哦，啊无，阮市长啦，一块土地啦，卖予市长啦，安尼是毋是？迄就是市价的依据，是不是？不是嘛？所以呢，就是搁咧骗咱的善良的老百姓，骗一寡较唔捌字的。市价是啥？恁搁讲声敢有够大字的呢？吼、哦，啊，这老百姓一看都惊死就对了。这个市价根本是在骗人的市价嘛！你还讲说，哎，本案的查估基准日是100年3月7日，哦，依据恁的土地征收补偿办法来查估。啊，本案呢，因为就是伫100年9月7日到101年3月7日的期间，啊，买卖交易，哦。那无伫个101年7月21日写了一大堆日期，重点是啥？重点是伊写第四点哦，讲得要附近啊，伫这个期限内底有五笔土地共性质的交易的咧，才会当做依据啊，爱五笔啊。我市长报告啊，阮庄卡的人哦，迄土地话拢租散，啥叫租散？租公啊，留落啊。我伫遮咧创啊，长期就是伫遮种菜也好啦，创啥也好啦。结果啊，你甲我讲要用市价我征收，啊，那么我就好不容易去找一块人有市价买卖交易的，恁阁讲这袂使，爱阁啥？爱阁委任咱的不动产，哦，我知影嘛，这拢法令规定死的物件。不过呢，今仔老百姓的心声是啥？你讲的市价啊，我袂当认同。我提供的市价，政府嘛袂认同。而且呢，这个地点本身就甲恁讲，讲恁若有闲，阁去看一下。连水利署长都讲叫恁是毋是找其他的土地，较适当的去做。结果呢，你们这个经费来源还很奇怪，还黑箱呢。这是陆科要出钱的呢，恁可以讲拗的有够搞，我要甲恁拍拍手，因为伊饮水啊。厉害的，所以要出钱，无唔对。然后这个地点的遴选，那你说好，我要市价征收，今仔日你伫遮用的市价，恁敢编出来的征收的金额？比如我伫遮一分地，我会当去边啊，搁买一分地吗？卖个睁眼说瞎话，我讲的欺骗老百姓，无你有栽刁，你若认为讲这一定爱做，非做不可，一定爱伫这个地点，你去。找一个地方，啊，你以地易地啊，那你还跟人家讲说这个不行，没有这个法令规定，啊，人一直给恁欢迎，一直给恁欢迎，你说明会一直开，啊，你就是一直坚持，一定爱弄，一定爱爱弄。我想哦，我们公务人员的心态不要这样子，我们也是领人民纳税钱，咱是咧替百姓解决问题。法令无规定死的，我希望恁爱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将心比心，安尼才是咱百姓的愿望。唔是讲你讲一定爱做，啊，我来跟你讲，啊，因为你无住伫遐，你的土地也不在那边，所以你都不了解啊。啊，我跟您讲啊，啊，您哥哥一意孤行啊。来，水利局长，你跟本席简单回答一下，针对本案。多谢议长哈，多谢那个陆议员、韩秘书议员。这个永安这个自容祠哈，伊定义就是应该是讲遐有一个永安那个啥，那个第二杠白剧的整个的一系列之中的一个啦。那伫92年的时候，我就咧哦，因为高雄县吼，迄阵定永安遐定咧饮水，所以阮就委托吼，迄阵的时候委托公共司就即个整个主宰港的区域排水做一个规划，吼、哦，那是整体规划啦，唔是干那讲做即个自容池。那迄阵的时候当然规划了的时候吼，差不多拢爱要到20亿，吼、哦，那迄阵就是无钱通啊处理。啊，到迄个95年、96年的时候，一些一淹水计划，所以我们一直把它争取把它纳进去一淹水计划。好、哦，那一淹水计划有它有相当的条件，就是讲吼、
你规划的时阵哦，等于是现在规划又重新来了，哦，经过两年的时阵，好不容易争取到，就是规抓，不是刚刚借四公尺呢，规抓第二杠的排水，好，第二杠排水的规划，安尼。那主要就是讲，因为安尼看讲，逐年的时阵，高雄关遐拢淹水，尤其是迄、那个。99年的时阵，你回答太啰嗦了啦！你讲重点啦！你认为这个计划需要这样子实施？不是，还是可以遴选其他地点？别来给他回答。这个计划是中央哈，它水利署经过专家学者整个纳入一淹水计划，所以要改变可能是有一些困难。要改变有困难？对，因为阿内来好，你请坐。已经核定要改变有困难了吗？就是势在必行，一定做的。这个地点。上下游伊拢做好啊，好啊，你请坐，你请坐，即马重点来。啊，春季的自容池。我无爱问你啊，我要问俺市长啊，市长上会徛伫老百姓的立场想的啊，因为你们也不是民选的，对不对？你嘛唔知影人的百姓的心声是啥。我拄啊讲的遮济，我叫你较简单回答，就是讲，你认为你一定爱做，不用紧啊，你有其他方案无？会当钱变较济，共征收较合理的。好，我讲我这块土地你征收去，我会当去保卫买一块，赶快来耕作啊好，赶快来创啥好，吼、哦，麻烦市长，你回答一下。哎，市长当。好，谢谢议长，谢谢陆议员吼。永安地区饮水的问题，我想陆议员拢较了解，我也不必详述。好、哦，啊，这边顶游、下游啊，拢做好，都永安自洪池，我们好不容易水利署的大力支持。啊，我即马我同意啊，现在内政部嘛是同意，咱土地征收用市价征收啊，这个部分那就市价，同陆院认为市价啊，同这都是有一定地方行情，我们会认为如果一定要征收，那公平合理，对于市民袂吃亏，都是用市价啊，为着咱大永安地区卖饮水。啊，这当然，伊要土地，咱一定共征收，对本来就揭开。啊，但是也是为着咱的安全的问题。啊，这个部分我们同意立即使用市价征收，谢谢。那我们的市价依循哦，我请水利局签专案，那请市长体恤我们这一些老百姓的心声，安尼好唔好？好，多谢。嘿嘿嘿，我赶紧两问哦，市长，你听一下吼。我顶几日啊，我哪有百姓来顶情啦吼？就是讲，因的土地伫73年的时，共划做交通用地了。啊，共划咧，到即卖已经28年啊，也毋共征收，也毋使用。啊，即种问题存在高雄市，我即卖管制也并这個、问题太济了，是毋是吼？这個、地震局的业务是毋是？敢是？共划做公共设施用地，这是啥？对一个局处的业务，哈、啊？都花钱嘛吼？都花钱嘛吼？是毋是啦吼？我要求啦吼，议会要求啦，针对高雄市所有者有共划做公共设施用地，啊，如果拢像即下已经过28年啊。啊，也唔敢征收，啊，唔敢放风放牛食草，啊，遐16、17号的款啊吼，16、17号总啊伫遐，唔知变哪。啊，市长是毋是针对这种土地应该有够多啊？是毋是你也下一个命令，这暂看几个八个月，还是10个月，还是6个月的时间，通盘检讨一下，有需要无？哦，你倒来。多谢市长。啊，都像都像陆议员，都像包括委员，哎，大家都共同关心这个问题。那过去高雄有很多公共建设、公共设施啊，土地重划化为公共设施的用地啊，结果30-40年啊，拢无征收，啊，要征收可能超过4000亿，吼、哦，啊都啊，但是无啊，到底这个部分有需要要用无？啊，无要用啊！即个当然都市变化已经足大，但是即摆就是讲，咱市政府阮有要求，完全嘛是地政局、都市发展局等这一个跨局处这个部分的讨论，全面检讨。
都市用地或都市用地，有的不是都市用地，啊，有的这个部分专门做一个检讨，啊，这个检讨咱也无在条件征收，啊，应该用什么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就是说整个市政府用负责任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问题，莫讲啊，今仔日我的一块地，啊，你甲画作公共设施，安尼我就感觉较衰，啊，确实嘛会较衰。比如说你四十年来，不管你都市安怎变化，恁家拢咱家拢无敢处理，安尼对你来讲，真的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嘛，家己就大普通这个问题，市政府全面。对高雄市所有公共设施的保留地全面检讨，哦，这个部分整个都发局必须快马加鞭，地震局、都发局等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部分是专播。啊，咱即摆管区合并了吼，过去因为高雄县每一个乡镇，因拢家己做土地条约，所以问题又更多。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总是认为都发局伊应该在专业上。应该增加人力上也要增加，啊，这个部分一定要较紧处理，啊，甲局长报告，起码拢在处理中，啊，这处理新八个月我感觉袂好，因为有些时候必须还要报内政部，啊，即摆就是开始应该要赶紧处理，吼，啊，我想我这也是处理到一个坎站，啊，是讲已经起步，我再甲局长甲卢委员、委员报告，谢谢。嗯，谢谢，谢谢。主要吼，咱市长坦多啊讲的吼，真正关心百姓啊。不过真的这个小组真的还是要找出来，然后开会的时间那个时辰爱家己会哦，不只是阮两个议员关心啦，啊，议长不只是阮，我相信所有议员拢足关心这案件哦，啊，是毋是进度爱互阮知哦？嗯，谢谢。来，那个一女吼，我是小学老师出身的啦吼。所以我对那个教育哦，多多少少都会喜欢问一下，也必须问一下了哈。咱那个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对，哦，局长，来，来行政局，你较委屈嘞啦，含我徛一个，因为我含陆议员，我徛要两点半钟去啊，哦，所以你徛一个比较紧啦哈。十二年国教哈，免试入学这样，争议吵吵闹闹，非常严重。而且哦，大家意见都无同啊！啊，你们召集了这么多专家学者，这么多家长来开会，然后你们定出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办法又让我们吵一次，哦，真的是很奇怪。十二年国教，这个图就是加起一百分，一百分内底有分做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咱的这个啥？会考啊吼，会考的一般咱讲的科举成绩啦吼，成绩占三十分尔。啊，迄个志愿序，这志愿序等下来讲哈，志愿序等于讲你填志愿，填志愿，你若填对就三十分，哦，填唔对就减分，哦，这等下讲。另外一个占40%，就是多元发展的项目，就是咱咧讲的多元学习啦。啊，什么叫多元学习？我加了一包，总数一包分嘛，这三项加开三十加开一包分哦。啊，我先讲会考好了。所谓的会考，这占三十分，啊，三十分安怎算？就是咱科举吼，伊的成绩六科对不对？局长是不是六科？五科啊，五科，一科如果他达到标准，如果是金手，所谓金手是不是100到80分啊？是不是这样评？经所以及那个考试哈，有委托那个师大姐新车中心，他会把考生呢他的考试的那个结果呢，加分这哦，你是经分这三部分嘛，是基础的还是待加强？啊，怎么样考才会考到经所？嗯，这个就是因为一科级哈，他们有新车中心，所以说一进的机测哈，像咱进机测是用量尺的，讲那一百人一科。几百人课呢？它是用比例相对的分数哈，它，去切看给你几分。好，没关系，那个细节就不讲了哈。二细节卖供，你那供的新贵复杂。来，拍谁？他所谓分三个部分的，讲我算我读册较好的啦。伊五科你也算分数有够，拢80到100安来讲啊吼，安尼大家听较有啦。80到100，伊一科给你6分啦。啊，60至80的，给你4分啊！
啊，六十以下给你两分啦。迄囡仔读册读啊侪当哦，读啊要死。一科你啊科，原底囡仔拢足够的，无问题嘛。五科五六三十，我三十分可以全部拿到。可是如果这个小孩子他是中等的，哎，我每一科跟你最厉害的，我只差几分，两分而已哦。其实这个差距不大哦。啊，我五科全部拢基础诶，先你扁扁啊，我也可以拿到五四二十，我也可以拿到二十分。啊，我逐科拢无有过，我统计嘛够十分。哦，卖讲无有过啦，歹听啦，我算较歹啦吼、哦。他这个差距，算讲囡仔较好诶，含囡仔较成绩较无好诶，他的集聚的差别吼、哦，其实不大、啊、哦。啊，为什么我们刚才要特别讲这个志愿序？有地方雄心利用，那咱要争议最大的应该是这个志愿序。所谓的志愿序是安怎填志愿？是。囡仔在升学吼，爱填志愿啊。啊，比如说我今仔填志愿，我的成绩几分哦？我迄种成绩几分卖讲啊？我填志愿第一雄中，第二凤中，第三左中。伊即马志愿序是安怎呢？我系第二志愿填雄中，我填五级，填五级伊我三十分哦。我刚才那个四十分、三十分都满分，他给我等于我是一百分。可是如果我的成绩也不错哦，成绩也不错哦，啊，不过我得拄啊要入雄中，强要入，啊个强要未入，安尼迄个成绩啊吼，拄啊无小心填唔到呀。即马我的分数。伊一定爱落块第二志愿，落块红中啊！那个红中，我的分数统计几分？统计敢那九十分尔、喔。啊，不过另外一个囡仔，伊的第一志愿啊填红中，他第一志愿另外一个，如果第一志愿是填凤中，他顺利到了凤中，他的积分他是一百分哦、喔。我是本来可以念雄中的，可是我雄中就运气歹，差一输出啊落块，我底下剩九十分尔。平平去读红中，伊是一百分，我是九十分呢。我成都敢有比红中的较歹吗？迄十分差偌济啊？你敢知？啊，搁落过来咧，红中搁较衰，搁填无着，搁大概第三志愿呢。伊剩八十分，难比呢，八十分。啊，八十分的分数难比人。我第一志愿我填左中，我入去我就一百分啊。你八十的，有可能搁比来。我原来读红中的哦。啊，较衰较比就比会赢人，我成绩袂歹哦。结果我迄还剩八十分，人比如说左中的啦，人左中的人迄个一百分啊。啊，我伫迄个所在，我就剩八十分啊。啊，一百分八十分比比来，我有可能八十分，我左中阁扣袂掉呢，扣到尾也无好人读，无好人读。这个比序的积分哦，一看差十分，你看差偌济？来，咱来检讨一下。我们这四个区，基北的、中投、台南、高雄，这几个就好了。台北、基隆这边的啊，北基、北部的吼，人伊的上限三十分，伊会当填三十个志愿，一定会当填三十间学校啦。啊，伊有电脑走。中投，伊嘛是三十分，问题伊会当填十五个志愿。哦，台南，伊这个较少啊。我志愿也填唔到，影响无遐大，影响无遐大。伊会当填两个志愿，咱高雄三十分拢平济哦。啊，不过咱敢会当填三个志愿哦。你这三个也填无到吼，你就准备衰啊！有可能你真正无好人读啊，唔管你成绩好也歹啊吼。来，你也看人基北吼、哦，北部的，因这一个志愿是一填三十个志愿吼，一个志愿佮差三分。一个志愿那差三分，这虽每个地方的制度不太一样啊，但是它的差距小，比较不会有造成那个好学生没有学校读的机会。中投也是，第一志愿三十分，第二志愿你得减三分来慢慢减。哦，人统计伊第十一志愿以后诶，够五分诶。啊来，啊咱台南敢那十一分尔，一个志愿五分。啊！而且伊是安怎呢？你也家己听的吼，伊这较奇怪小可啦，就是讲我符合六分，反正我讲伊这就是讲你也符合家长甲你要求的，
校长要叫你填男女中，啊，你有哪填男女中？学校认为你填男女中会对，你也填男女中会对，伊有哪给你加分？这个真的是比较奇怪啊。不过这个他们填完，我相信啊，他填完的那个比序哈，他的差异更小，他差异更小，不会因为填错志愿学校就念不好。咱台湾，那咱高雄吼，高雄的差异最大，而且最危险，只有三个志愿可以填，那真的对学生是很不公平。好、哦、啊，局长，这您会当您有在检讨无？哎，谢谢议长，谢谢吴议员哦。其实吴议员这样子讲哦，我想很多人都听得懂，我也一定听得懂。嗯、所以事实上对志愿序的部分呢，我会来，我是觉得有一点差距太大，因为用志愿就来决定他的入学不一定合理、嗯，所以我就跟他们说要再检讨。所以多次的检讨到最近来讲，我们两个方向就要一定要增加那个志愿序。高雄足好的基础就是原来有乐学计划为基础就近入学嘛，本地是讲哇设计我卡差距较大就近入学，但是这个没有考虑到，他如果是唯一的决定，那就惨了。用志愿就来决定，包括他的个人其他的好的表现都不去考虑，那这不应该。所以现在来讲，就增加志愿序，所以会介在六，会增加在六到十个中间。他们今天还会变嘛？哈，对。然后志愿跟志愿之间分数一定会差距，一定要缩小。所以缩小的期待目标是在三分以内。嗯。哦，所以这个他们下午会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甚至呢会试模拟。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因为是第一次的版本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就觉得那是不合理，用志愿来决定大家入学未必是啊、哦、所谓就近入学的唯一的这个想法而已、嗯，所以这个一定会改。哦，这个要改。好，那既然这样哦，来咱个看下哦，总分一百分哦，谈到咱讲这个志愿序三十分哦，这个造成学生的影响足大哦，这个你注意。来啊，今麦我来讲的就是多元发展，多元发展就是进。政府在鼓励啦，你囡仔唔免做啊读册嘛，囡仔唔过你啊会晓其他的物件，啊其他的物件，咱高雄市共定啥个？定即几项？哦，伊总数是四十分哦，伊讲你着才二十，啊才十分，你只要即占你一项吼，你摕着四十分就会使啊，哦，摕着四十分就会使啊，啊唔过即四十分敢好摕哈？大家来讨论看卖，第一个。第一个他说是那个竞赛表现啊齁占二十分啊。来咱国中咧升高中的囡仔有啥物竞赛会当摕分数的啊。跟委员介报告齁、啊、竞赛项目呢它也是多元发展、嗯、所以我们这个竞赛其实很多有七大类。其实这个部分大家想说、啊、那竞赛会不会读后有一些家长他去补习，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有七大类，有体育类。来。你的竞赛吼，要有国际性的竞赛前八名，还有全国前三名。反正这个都是全国含那个国际性的啦吼，拢只要比的有条件的拢有啊。国中囡仔足少去参加这個啦，足少有那个什么国际性的，没关系，这也 OK， 因为这本来就少数，能够得到这哎。能够得到这二十分的人哦，我跟你讲，少之又少，一间好后两个就算足好啊，我的感觉啊。我可不可以跟吴委员解释一下，利用这机会也让市民知道？就是、简单一点。我们这是有国际性的，有全国性的，还有区域，包括县市，比如各种级班的比赛、嗯，这个是等级。另外有七类，比如讲运动诶，体育诶，再来就是有才艺的、艺能的哦，就音乐、美术了哈。过来就是迄个各学科的能力，嗯、比如讲你若阵有数学比赛啊，有迄个自然的比赛，这个都可以。嗯、另外过来就是迄个科学，就是我们科展，嗯、然后科学的那个实验，另外各有啥，迄、那个资讯类，吼、哦，各有其他，等等，总有七类啦。七类来讲，这囡仔大家都是说体育的，以后我们希望是上中年，会有林书豪啦，也会有曾雅妮。时间无足济，啊，你该虽然我相信做清楚。足侪类啦。啊，我们也认同。因为囡仔个要比赛，其他的什么科学啦、竞技啦、音乐啦，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别的地方学嘛，所以这个给他分数，我认为是有道理。好、哦、啊，但是能够得到这项的，我跟你讲，其实不多啊。既然不多，影响就不大。来，你体适能二十分，体适能二十分，你是徛什么基准点二十分啊？您讲来讲，教育部有一个测体能的分数，我来讲啊。体适能的物件，不是你讲一个标准的标准啊！我是早产儿呢，
我生出来我一定就很衰啊，早产儿体力就比人家歹啊，人比人先天条件都比别人差呢。你现在要定这个让我达不到的，其实这个有点争议啊，我是认为有点争议啊，哈，因为体适能报告一下，麻烦麻烦，身心障碍类的哈，来来来，身障手册一律给分。我讲嘛，不是安尼嘛，你有体适能，所以我的不只是身心障碍嘛，为人的作用，为人的作善，大家人虽然的体能无同，你用一个同一个标准来拿分数，这也有点奇怪了。说真的啦，来再来检定证照哦，这证照我等下讲啊。各中心啊，要考什么证照啊？来考厨师牌好唔好啊？啊，要考啥位啊？职业证照，职业证照。来，干部十分哦。你敢知影这干部十分的什么情形？三板定啊。各中他六个学期啦，六个学期也当产生多少干部？其实我相信全班几乎都做不到啊。而且你这个干部哎，十分写了，我当了一个学期的干部两分。那我要有十分，我是不是要五个学期都当干部？你那为了要当干部吼，小唱呢？啊，小唱为老师啊，较含慢的，甲安怎讲的？好吧，你要当班长来，你讲，你为什么可以当班长？伊的功也有点嘛，这 OK。老师啊，较含慢的讲，哎，为什么他不能当班长？你讲出来。嘿，囡仔讲伊偌歹都偌歹，班级斗争，这产生的问题。唔是你看会到的呢？啊，全班级拢咧抢这个干部，抢到五啥啥呢？然后奖惩记录哦，就是有技工嘉奖的，恁讲的啊。反正好像技工什么大工小工有无几分呐、啊？啊，要也可以那个记到满吼、哦、十分呐、啊。结果这奖励记录是安怎？看老师要甲伊记功无？结果真拢变安怎？你敢知？学校的老师也是学校的人，叫囡仔去做什么服务？来，你给他扫便所，你给他倒粪扫，你每天中午来这里帮我拿便当，我给你两分，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应该不多啦，但是我跟你讲，肯定有。这些小朋友就变成童工，变成教职员的用的人。啊，囡仔要为什么要去做？为着技工嘉奖，较巴结的。哦，童工嘛蒙做，对不对？啊，老师啊是教师员该做的，咪做，拢叫囡仔做。啊，你做啊，我给你技工嘉奖啊，会不会变相？哦，再来均衡学习。哦，均衡学习这较无问题啦，吼、哦，这是都考试偌济分，啊，迄、那个德智体群美啦，吼、哦，永准咧讲诶，德智体群美几分，伊就该算几分啦，吼、哦。过来，同步要记得学习服务。什么叫学习服务？你得去社区服务。啊！你去对服务，只要你服务时数证明回来，哦，学校就给你那个给你，你等于说用服务的时数啦，哈、哦，去换这个分数。比如说今天我来市政府做义工，哎，这也可以换时数。可是你说做义工是学生心甘情愿吗？我听了几个笑话，你敢知？囡仔为着要摕时数，哈、哦，因为背。老人社区一役服务，就陪那个老人下棋啊，然后下到一半吼、哦，伊看表讲，哎，我时间到啊，就行棋行到一半，伊人歪个头就走，迄老伙仔戆你啊啊，哪会安尼啊？我服务时间到了嘛，我毋免行棋是为了来解服务尔的，我毋免含你行到煞，迄老伙仔戆戆，这个叫服务哦，啊，然后听说还有很扯的吼、哦。嘿嘿，囡啊，圣公去对这服务啦，比如说他去那个，那个叫什么慈济好了，他去慈济服务啦，比如啦，他去慈济服务，哪一圣神哎啊，我的终点终于可以拿到十分了，伊就人讲，我以后不要过来啊，我很受客掉，我以后不要过来。这种评分的那个吼，都有很大的问题哎，都有很大的问题哈、啊，来。啊你看这检定这啦，检定你说孩子有什么可以检定的，有什么证照、哦、时间不多啦，也不让你检视了，国中要有什么证照啊，要证照的那比如说英检啊，不就跟什么才能记忆的什么心算的检定、
哦，啊，个数学检定，什么会检定，伊就想方，搁要起遐啊。正人就咧讲啊，你即马以这迄落吼，这检定的制度用来吼，人即马补习班有诶无诶？内容搁五花八门，恁学校要用什么检定，我嘛唔知啊。补习班就开始缩脚练手啊，准备搁要用足济来补习，互囡仔摕证照诶啊。啊，家长要安怎啊？大概教改一流改一流改改到多钱入学啦、啊？你纯贪多啊？同简单的这几样你甲讲啊？哦，欸、你纯这啦、啊，体能啊，你咧竞技比赛啊？你家长无钱的，有法度去比赛吗？哦，你家长无钱的，有法度去学才艺吗？啊，检定你无钱的，你有法度去检定吗？啊，你这干部，你家长家境无较好，迄老皮老皮的，你会做干部吗？啊，像这环境较歹，有诶无诶？这囡仔弱势诶，要安怎？哦，啊，你这个，你说不是多钱入学啊？这个真的是多钱入学呢？我嘛烦恼以后囡仔买要安怎栽培呢？我囡仔搁足细汉呢，哦，所以我说这个制度真的要回去讨论一下啊。来，那我现在讲一个上面的问题哈、哦，就定请你等于做一个修正。委员，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我没时间了。是。哦，你要说明，等一下你再说明哈、哦。来，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啊，很简单的讲一个故事哈、哦。因为用到近大概有那较甜嘛哈、哦，小故事。现在有一个蚂蚁啦，蚂蚁的故事哈、哦。这个蚂蚁，哎，局长你请坐啦，你请坐。这个小蚂蚁它每天很努力的。做工作啦，啊！伊生产力足悬，伊无人管伊做甲足欢喜，一工做十二点钟，伊嘛足爽。啊！不过伊个头家吼，伊个头家是狮子啊。啊！这个头家讲，哦，啊！这小蚂蚁无人管都做啥好啊？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人来管理？所以就找一个蟑螂，找蟑螂来做督导员。哎、欸，甲你督导好，你爱好啊做。啊！这蟑螂因为伊足好写报告，啊！伊足好做统计。所以叫蟑螂来督导这只蚂蚁哦，看工课做有好无？啊，所以工课做，伊要写报告有诶无诶？蚂蚁得爱安怎？得爱摕数据，啊，得爱向督导员回报嘛。啊，这个蟑螂我做督导员做多啊，啊，我都无时间，我要请一个秘书来拍伊，来整理资料，伊就要请帝都，请帝都来整理资料，伊就要加一个秘书。啊，即摆做了。以这家蟑螂下出来报告，那个老板很高兴啊！哦，很好很好，那你赶快吼、哦，用那个什么分析吼、哦，用什么线形图啦、啊，用分析表吼、哦，佮赶紧做一份资料给我。啊，这个资料要做，爱安怎？爱佮请电脑的专业人员啊，电脑袂晓，伊是要安怎用电脑？所以佮请一个资讯人员，佮请一个苍蝇来做资讯人员。啊，伊就请这堆人了。一段时间过，这个高兄吼、哦、做到根本做袂落呀，因为安怎？我永存十二点钟，我做到做完伊无人管。啊，现在呢，我六个小时做，我六个小时必须去向我的上级指导长官报告，随时要应付他来抽查。哦，随时要应付他来抽查。我真正做工课的时间存六点钟，啊，可是他心里会不会不高兴？他心里面会不会作神呢？会啦。然后。头家吼，这只狮子讲，哦，啊过这久啊，唔得来看负责的，哦，咱这个部门真是侪人啊，爱找一个人来管理，找一个负责人，算找一个主管就对了，哦，他要找一个主管。那么这个主管吼、哦，他怎样？奇怪，狮子说怎么会找这么多人以后，怎么会工作效率越来越差、啊？结果老板就跟这个主管讲说，吼、哦，来，你写一份报告来。结果那个主管下什么报告？一下子来报告是说吼，就是人员太多了，我们这个部门人太多，需要裁员。来，我请问你，你认为这个狮子老板啊要裁员谁？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啊，裁员这个蚂蚁啊，为什么？啊，你原来永存效率这么好，做这么多，你竟敢做一猪猪啊尔？你都无路用啊嘛，你都无效。把你裁员，啊，结果诶，阮得家己一个做了好好啊，互恁遮诶人一堆来拍伊，
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那个教育局长，这个东西哈、哦，这些公文都是你们家的。我相信不是只有教育局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讲这个小故事，就是说哈、哦，你们不要把太多的行政业务、文书工作，你丢给不该丢的人。啊，你像恁教育局这样，这一挂这所有的公文，这只是一部分，都是要做什么？评鉴、考核。今天。哦，这个日期比较没那么清楚了、啊。比如说今天9月27，他来一个文，他就说我10月20号要考核了。我问你啊，这学校的老师啊，他专门在应付你考核而已。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了应付你们教育局去考核哦。他来车教好，把孩子顾好，这是他的该做的工作。你每天不让他教书，跟蚂蚁一样，你不让他工作，每天在写报告，啊，每天在应付你们去考核，这都没怕哦，咱的教育会进步 哦，啊，你来看，所以我在这里哈、哦、建议几点呢、哦？希望我们教育局要正视评鉴、访视这些腐烂的情形呢。你每个月去搞招单，好好拢爱准备一堆资料给恁看，恁每天拢出一个目睭、出一个嘴去看尔呢。啊，囡仔上要教，大家就不教要死呢，哦。然后评鉴系统，你们有一个评鉴系统，到现在还没有整合出来，要尽快整合。学校为什么我要特别说到采购招标的制度？学校的老师、公署系的，阮二个拢学驾车啊。阮也要去采购，阮也要招标的啊。啊，恁所有的大大细细，恁到一张公文给学校。议员的建议款连十万以下都要上网招标，恁是动作啥货啊？我议员的建议的拢恁咧做，阮出一支嘴尔，阮哪知恁钱伫倒啊？特别的规定，阮什么十万都要上网招标，学校会做死未啊？啊，你们把所有招标采购都丢给学校哦，每人人人自危啊！我们的总务主任都不敢做事，啊，总务主任都唔敢做，大行的惊到要死。一个心情上课哦，一个心情驾车哦，哦，这个制度最好你们自己拿回去采购，拿回去招标啦，因为恁较内行啊，哦，和老师较侪时间去驾车，哦，然后针对这个目前很多不合理的，统计这三点，局长你是不是一个书面报告爱给我，哦，你事后书面报告给我，你们针对这三点，你要做怎么改善，哦，到这样。那个农业局蔡局长，有人哦，希望本席在这边请教你。我们那个区农会都是由你督导的嘛。是。那假设说有那个农会总干事有挪用公款，然后还遭到判刑，然后是缓刑没有错哈、哦。啊，他是不是还有具备总干事遴选资格？如果是这种情形呢，还是有的。还是有。啊，这个有没有要去请示得几个单位？请示你就好了吗？那我们农委会有一个解释。农委会有解释哈。好，你请坐。然后接下来哦，最后时间剩下没有两分钟，我请教环保局陈代理局长，我们高雄市有几座焚化炉？四座。然后四座焚化炉对于戴奥辛的检测。有没有时间都一样？据我了解了哈，那个南区厂的部分哈是每年四次，中区厂的部分是每年两次。那我本州焚化炉嘞？本州焚化炉是每年四次。每年四次？哎，对。那本席都告诉你要问焚化炉了，你还给我这个答案？人五嘞？那他人五几次？人五，因为我。听到的啦哈，就是这个数字我听到你的数据完全错。可是他们那没关系啦，没关系啦，现在时间也剩不到一分钟啦。是本席在这边问你这个是要告诉你，是戴奥辛，你知道叫世纪之毒，没错哈。那针对这种检测，对我们整个百姓的生命威胁严不严重？
戴澳新的部分其实它的焚化炉的管制标准蛮低的，是 0.1 好、哦、那比那个那个钢铁业的那个烧结炉还低。没有啦，我是问你、啊、你觉得严不严重啊？当然是严重，所以它控制本席在这边建议你，我会问你这个数字是希望你秉持我们陈市长，就是说我们焚化炉的检测针对戴澳新单项，我今天没时间跟你再讨论其他的，这个单项不要让我们百姓暴露在长期我们不知道说你什么时候做检测，那我应该怎么办？再三分钟，再三分钟。刚议长帮跟我们借的啦，他还给我们。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市长都一直在说合并以后要高高品，不要让我们两个议员觉得说高雄市原来的市民生命比较值钱，我们高雄市的高雄县的县民生命不值钱。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讲吗？按、啊、你刚刚讲的数字是错的啦。我是希望你回去以后针对这个大型的检测，我们两位是希望你能够，当然最好是一个月检查一次。对，潘水长哦，因为你稍微慢一点哦。其实我知道规定了，焚化炉戴澳新的检测是一年两次、啊，哦，一年两次、啊。可是我是认为说，其实戴澳新哦，尤其在停炉，炉啊停来个停烧，这个时间的戴澳新的产生哦，会比较有问题啦，啊！我相信咱的焚化炉哦，停诶，烧诶，停诶，烧诶，来来去去做几摆啊。那为什么我们认为说你一年两次不够？你戴澳新的检测，第一次检测到第二次检测，这中偌侪时间？半冬诶！你检测的时候，我相信通常都没问题啦，有问题那就会被开罚了啦齁。半年的时间，你让我们家的百姓暴露在这个危险的在风险之中啊，暴露时间这么长，合理吗？我觉得不合理嘞。你统计嘛，两个月，一个月，同样是一个月啦吼，啊无嘛两个月，你统计嘛检验一摆，和百姓啊，我统计我这两个月够安全，按、啊、时间唔免耽啊久啊，唔免讲我一届哦半冬要出单啊，无人知嘞。啊这样子是不是你们的管理就有点流于形式啊？哦，所以这点是不是在这里请局长你做一个承诺，咱的焚化炉到底咱这四卡以后戴澳新的检测能不能增加？我跟吴议员说明哈，那刚刚讲的环保署的规定真的是两次，那但是因为个别焚化炉它本身它要去实施环评，那环评的时候他们会有承诺，那我据我了解南区厂哈它的环评的一个承诺应该是四次，因为那是他自己讲的啦哈，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刚刚这样回答的原因。我们环保局不能要求吗？那因为那个戴澳新哈，就是焚化炉的一个稳定，确实是戴澳新检测出来这个数据具有没有代表性的一个参考。所以如果说停炉之后，如果你马上测戴澳新，那确实它的一个值哈、哦、是会标得很高。那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基本上就是会让炉子能够比较稳定的一个操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环保局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依照法规来要求业者，尤其是对于民营厂的部分。那民营厂的部分，我们会依照环评，至少每年要两次。那另外就是看他个别个案环评的一个承诺是几次。那我们会依照这个部分来要求业者。那至于说刚刚吴议员的一个建议，哈，希望每个月来做，我们回去再研议一下。那不过我们是依法，好，在行政。那我们法规上有要求的，环评有要求的，那这个部分业者一定要达成。好，那至于说其他的那个部分，我们再来研议，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来解决这个疑义。是。散会哈、哦。